完就会丢了，而且它也比较耐寒。然后我们这几天的话，其实下雨的几率还算蛮大的，因为有封面过来嘛，那其实就是那个台风啦。多多少少，其实我们刚下来的时候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海？有啊，那个海叫做日本海，啊，隔壁就是韩国。啊，我用过。所以基本上那个只要气流一上来，这几天都会比较不稳定了啊啊，跟它红太时好时坏嘛，啊，时好时坏啊。OK， 来从这个地方回我们饭店大概40分钟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回到饭店第一件事，我们先把行李放好，放在哪里？放大厅就好了，放大厅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吃晚餐。我们今天晚餐是在。